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各位朋友讲解一下武术中的棍花。首先是这两脚，看下面的脚，两脚是一前一后，前后站立。然后这个棍呢是大头朝前面，在左肩腋下，左肩腋下。做的时候啊，让棍在身体前绕一周，然后再在体后绕一周，再回到腋下，为一个棍花。体前绕一周，体身后绕一周，回到腋下为一个棍花。然后做快了呢，就是这个效果。请各位朋友刷新加关注，谢谢。山西崔碧辉，广东卢向成，山东刘德文，陕西钱康，浙江王晋深，北京吕太东。